Today is summer solstice. The weather is hot now. So today we invite the doctor from Dongche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give some advice for health. Let's check it out.咱们来喝这个罗汉果煮成的水。那这罗汉果这水里还有藕片和红枣，你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呀？天气逐渐热了之后呢，风热之邪呢就容易侵袭到人的肺脏，嗓子不舒服啊，咽干呀、咽痒啊、咳嗽、咽部不利的这些症状。明白。所以呢，就是罗汉果，它是国家首批就是公布的药食同源的一个食物。然后藕片呢是就是老百姓经常厨房里经常用到的一个食材。这个藕片呢，它是白，就是中医的讲法里呢，就是白是入肺经的，所以它们俩就都跟肺有关系。而且呢，这个藕片它上面不是有这个藕孔吗？是用咱们的取类比象的这个说法来说呢，它就形似于一个肺泡，所以它有润肺的功效。明白了。罗汉果莲藕汤，它就是一个甘甜的那么一个饮品，特别适合在夏天。那您看，咱们在这个节气啊，除了吃像您刚才说罗汉果啊、莲藕之类，咱能说吃点其他的吗？当然可以了。就像咱们现在摆的这个莲子都是可以的啊。因为夏天逐渐热了之后呢，人不就是容易上火呀？就是所以呢，就是用一些清热。那咱们除了吃之外，还能干点什么吗？就比如说像什么个什么穴位啊什么的，也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养生。可以，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嗓子不舒服啊？这个天到夏天了，是吧？因为呢，咱们的那个肺就是口鼻是跟外界相连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外界的气温变化，风寒暑湿燥火呀，就会直接通过口鼻影响到侵袭我们的肺脏。因为我们的肺呢，中医讲呢，肺为华盖，就是它是胃是最上边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一有到咽痒、咳嗽，比方说嗓子疼，这几天说话说的多了，嗓子不舒服，这样呢，我们可以点按呢，甚至可以用手揪一揪我们的天突穴。天突穴呢就在前正中线，锁骨上弯的这个正中这凹陷当中，所以我们平时就自己就取穴就很容易找到。我们可以点按，或者是用手揪一揪。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长期用嗓的人，会这块觉得红了，或者揪一揪，就都会有效果啊。都是下意识反应就去揪，其实还是有一定原理的。对，啊、因为它是个穴位啊。明白了。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And the next lecture is in minor heat. If you like that, don't forget for love. See you next time. Bye.